还有呢，第三个啊，第三个哈，勉励方程式，波兰呐，啊，不然有什么？克拉玛啦，克拉玛，克拉玛什么？克拉玛公司。对啦，克拉玛公司啦，波兰就是，我讲公司我都不懂。对嘛，你看看，我笨呢。还有行列是。对，好，我先来讲什么叫加减消去吧。好，算了，不要你。好，你看看。算了，这个他知道就算了。你讲克拉玛，我现在讲解一下勉励方程式。好，最简单的。一次减二十，或者二次减一次，这两个的解其实都一样。弯的，你要把 s 跟 y 列其中一个列为同一个数字就可以。哇，你讲好清楚哦。是啊。我受益良多哎，真的。哎呀。你来讲一下克拉玛好了。对，你讲。我要讲一下克拉玛，所以克拉玛，克拉玛，克拉玛呢是由克跟拉跟玛。不要理他。克是所谓的国文注音的克，二四声克，拉是了啊一声。好，卡掉卡掉。马是么啊三声马。所以我们可以念成克拉玛，英文名应该是 Krama。好，鼓掌。